小朋友们你好，今天我们要学千岛娃娃。首先，你们先拿出来千岛娃娃的书，然后呢，你们看一下第四页。给，今天我们要学你问我答。你们看一下，在这里有两个人，看姐姐在拿着什么呢？在拿着苹果。姐姐要送苹果给妹妹，所以姐姐说："请你吃这苹果，请，OK，请是希拉干。如果有人送给我们东西，我们要说什么呢？谢谢，给我们要说谢谢。然后我们看下面的，你看是弟弟，有香蕉。"所以他要送香蕉给姐姐，要说什么呢？请你吃这香蕉，给请希拉干。然后姐姐要说什么呢？谢谢，terima kasih，给谢谢。小朋友们在家记得要多学习哦，小朋友们再见。